Are you listening? Damn. Yeah. 大家好，我是国际通商学部在读的大四留学生孙明慧。我本身是国际通商学部的学生。其实国际通商这个专业跟国内的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是比较相似的，主要是一些通商啊、贸易啊这些领域的一个专业的吧，可以这么说。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本身会帮助我们提升很多，可以了解各国国外的一些文化呀、经济发展呢、也可以提高一些外语的能力。我觉得国际通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本身比较喜欢的专业是我们学部中与外语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国际会议英语呀、国际商务英语这样的课程。因为在这样的课程中可以学习一些，因为本身国际通商这个专业是用比如说各国跟各国之间交流用英语交流的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这些课程会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然后而且这样的课程会经常有小组合作，然后去模拟一些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谈判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些课程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留学生活是一个很丰富的过程。这些在学校参加的各种不管是专业课程来说还是教养课程，就是本身你要自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水准的能力的课程，然后不要去报一些太高就是年级所能接受的一些课程，可以通过一些学长学姐的推荐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课。然后一定要做到上课认真听讲，因为教授说的每句话都很重要，然后这对于期中考试也好、期末考试也好的复习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因为本身对于我们来说语言不是很畅通，所以不能像韩国学生一样从头到尾的理解教授所讲的内容但是我们也要认真的去听，仔细的听。然后不懂的如果说有错过的一些教授讲过，比如说自己错过的一些部分，或者是说不太清楚的部分，一定要课后去向教授仔细问清楚。然后期中和期末考试之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好，努力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我现在是在读的大四留学生，所以我差不多明年2月份就会毕业。然后我按照我的规划是毕业之后先回国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比如说专业对口呀或怎么样，然后先工作，然后积攒一些社会经历吧。然后我本人还是想继续往下读，所以我可能以后还会去读研究生。